想瘦手臂，但是又不想去健身房，没问题。今天艾丽就给你们设计了新手友好的瘦手臂运动，有且只有4分钟。哎，别激动，不用站起来，坐在沙发上就可以完成。追剧的同时，可以跟我一起活动一下肩膀和胳膊上面的小肌群。放心，训练的强度不足以让你的肌肉变大，但是会让你手臂下面松松垮垮的肉变得更紧致。练完之后，手臂会感觉酸酸的、烧烧的。每天2遍，坚持14天就可以看到效果。当然，如果你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话，还可以同时配合艾琳之前出过的这两个训练，效果就会更好。OK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今天我们一共要做7个动作，每个动作30秒，每1到2个动作会休息10秒钟。在开始之前，大家不要忘了点赞并且转发这个视频给需要的朋友。艾琳给你们准备了各种免费的训练项目以及健身餐灵感，来加入这个超过10万人打卡的健身分享社区吧。我们互相鼓励监督，分享自己的健身进度和心得。你需要做的只是点赞并且关注我。油管的小伙伴们别忘了打开你们订阅键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抢先看到艾琳最新的健身动态。如果你不想站着的话，可以找一个舒服的沙发坐下来，我们这就开始。首先我们做一个摸西瓜，双臂侧边伸直，内外旋转，感觉在摸一个圆圆的西瓜。可以把五指打开，挺胸收腹。3、2、1，现在可以休息10秒钟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开窗户，双臂先向前伸直，然后打开向两侧。打开的时候我们挺胸，尽量让手臂与地面平行，背部会有微微的挤压感，这就对了。这里我们没有休息，下个动作我们直接把双手举起，下来的时候手肘收向腰后侧，注意是手肘，挺胸。这个动作呢还会让我们的背部更紧致。怎么样，手臂是不是有点酸？我也是，我们一起坚持最后10秒钟，做完会有小休息。3、2、1，现在可以休息10秒钟。接下来我们双臂向两侧打开，收小臂去找耳朵。同样我们还是挺胸，我呢喜欢把五指张开，我觉得比较好玩。那在15秒之后呢，我们会加快速度。如果你现在觉得状态还不错的话，我们可以加快速度。紧接着这里没有休息，接下来的动作我们手臂保持侧平举，握拳向前画圈圈。3、2、1，好，现在我们换向后画圈。大臂有没有觉得很酸很烧？我也是，但是没有坚持就没有收获，我们一起撑住最后8秒钟。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，欢迎大家来到倒数2个动作。我们大臂小臂垂直旋转的时候，尽量保持大臂的位置不变，可能呢会不自觉的耸肩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挺胸，把肩膀放松。紧接着这里我们没有休息，接下来我们做一个躲猫猫，保持我们的直角，向前合上小臂，让掌心面对脸，然后向侧边打开，胸部会有挤压感，这就对了。
三、二、一。如果你觉得现在状态还不错的话，可以加快速度，快一点。刚刚这一套下来，是不是感觉肩膀手臂都特别酸？最后呢，我们就来放松一下肩膀，先向前转动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左右轮流转，或者一起转都可以。现在呢，我们换向后转动，二一，恭喜大家完成了这个4分钟的手臂训练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如果你是第一次做就坚持到了这里，那你简直是太厉害了。我也是咬着牙才挺到了这里，现在感觉手臂都要断了，但是相信我，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。坚持每天2遍，手臂呢就会越来越紧致。如果你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话，还可以去配合这个12分钟的燃脂训练，效果会更好。我也会把链接放在信息栏，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，今天是你跟艾琳打卡的第几天。如果你喜欢跟艾琳一起训练，大家不要忘了关注点赞同学们一键三连。最后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。